我已经好努力啦，但系点解我都冇办法成功嘅？我觉得自己真系好冇用。一次嘅交通意外，主耶稣唔止救咗我生命，佢仲救咗我嘅人生。主耶稣唔止 call 咗我，佢仲 call 咗我个仔同我妈咪翻教会。我发咗两个关于地球嘅梦，究竟系咩意思呢？之后我分别飞咗去唔同嘅国家参加比赛。神奇嘅事发生咗，比赛题目竟然系地球。上帝要话俾我知，佢系与我同在的。上帝要我继续努力进修，我好希望可以透过艺术赞美上帝。佢要我教小朋友画画，传播爱嘅种子。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诗篇16:11。